由科技部、人社部、国侨办、省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2年苏州国际精英创业周今天开幕。省委常委、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、副省长史和平出席开幕式。创业周以汇聚全球智慧、打造创业天堂为主题，2000余名海内外创新创业精英携带项目出席的此次活动。活动共接受新材料、新能源、智能电网、生物医药和服务外包等领域的申报项目1785个。